哎，因为这样好像啊，哎，对，哎，怎么曝光了？好，大家好，今天呢就到了我的环节，把我的妆放在我朋友的脸上呢会是什么样子。今天的妆 Kina 原封不动的把她的妆放到我的脸上，特别是我的这个角度，这两个就会很像。对，是，所以你的妆的精髓真的就是明亮度会分得特别开，你喜欢的口红颜色最近都是裸色系的，而且更欧美一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妆怎么样变到她的脸上吧。今天给你配的就哪里有毛孔就放在哪里。Sofina 的歌曲是什么？这也是控油那个头。对啊。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，我昨天错误的使用了一下磨砂膏，今天角质层变得非常的薄，所以磨砂膏不要像他这样子用，对，大力的磨，然后整个脸就超红，就会很多那种小伤口。这得多大力啊！我用好多，从疫情开始再也没有去过角质，有时候我洗脸洗一洗可以搓出老泥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说下定决心要去个角质，决心一下就下过头。没进去，原来去角质还可以累积，这样子玩法。哇，多好！那就用这个 Pat McGrath 的粉底液，它是二号色。笑到弹走，比粉底液都打飞了。我喜欢手指先推，可以看。觉得在镜子面前看它是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肤色。我觉得我们都是白色系的，所以还好。那我已经完全是雾面。眼下提亮。然后鼻头、鼻子的阴影我是一起打的，就往外推，超自然。你要知道你是我想要的一切，无人可代替，可惜现在你连我是乜水都不知，只得我心思思，还期望你会得知，得知我还是依然要压很多的粉。他在被化妆人真的化会很多，今天真的没什么事干的。然后 Pat McGrath 只适合这一盘，使用最浅的。来喽来喽，就眼皮加上一层。那搓的其实会让后面颜色更显色，对吧？我就是那种新闻里我底下那种手语的那一个。上棕色，我眼膜很难找。看看，然后用黑色了，叠在棕色，体验到了帮别人化妆的乐趣，挺好玩。看看，现在不断的加深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在不断的一直在叠你的眼睛后半部分。我也觉得在这一步就可以停下好了，把我的眉毛给都遮盖成那种。白色就可以马上去日本上班。主导手指是你最有力的武器。现在是一样是吧？没人回答。这样怎么看？一样的。好好，我刚这样子我就要往上。好大胆的一步哦。用黑色画在眼的根部。为什么？因为觉得这样在你眼睛上面好看。真的吗？我不相信。如玉上身。你可能再用十个夸我的词，我才会相信。你看，是不是？怎么说？就不错。画黑色的眼影垫在根部，然后现在开始用这款粉色。我出门就被人打了。看看，好像没有你的颜色那么猛。是因为后面要加一层哦，用白色画在眼头。虽然我们长得不一样，但是妆是一样。好了，开始画眼线，也是画我这种往上挑的。Nice。我都没有帮男生这么认真的画过妆。然后呢，这个眼线呢是从眼珠子的正中央，然后直直的画一条线，所以呢，就是往下看的时候就看到我这条线是直的，就是三角形。
左边眼线呢是长这样，我们现在来画右边的眼线。好，现在右边的眼线画完了，再上一次胡椒粉在眼下。加用棕色，还是加在眼？就是不断的加深。对。你以后现在是下眼，因为我这次眼妆没有画下眼线，所以我用下眼影代替，画在尾部偏棕色。但因为我上面的眼影后段后半截，它这个范围会比较大，因为我会觉得越大范围眼睛看起来也就越大，可以带到眼头，但眼头的话就要用眼影比较少一点。好，然后用黑色把眼线分一点。卧蚕也是，这次不是用最浅色，还是用这个粉色，就眼睛下面卧蚕位置全部涂满，然后来画眼头。我眼头是用很浅的粉色高光液画的。是不是有我的感觉了？然后上下边描匀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贴双眼皮贴。我现在用这个双眼皮贴是超厚的，你可以再贴第二层，你可以用两层，因为我眼皮真的很松。会显，你看，你可以再看，看看到对，明显眼窝就要比这边深很多，一下子。把双眼皮贴完了，把双眼皮沾湿，然后用这个超闪的粉色的粉。很闪，超闪，然后在尾巴的地方再用这个紫色，加在尾部和中间之间的区域，让它有个过渡。这样开始画卧蚕，卧蚕我是用 MAC 组画，还是用我做卧蚕笔？我卧蚕不会画颜色特别深。夹睫毛，如果要夹的，然后涂睫毛膏呢，才可以带夹睫毛。涂完睫毛膏，然后再贴睫毛，给你带的是很自然的。先贴头，再贴尾。浇水的时候要先把它吹干，然后再放上去。好，先下睫毛，可能大家都看不太到，因为真的超级无敌自然。下睫毛就不要按照自己的根贴往外贴。看出来了，很自然。然后用左边的眼线画眼头，很自然。然后再贴的下角睫毛的尾部，然后再加一点眼影，让眼睛显得下垂一点。我就用这个卧蚕刷。后半截的位置突然变大是这个。我已经大了好多倍。我的眉毛是这样子的耶。你来的。它也不是翘，它只是到了个点下面拐。画出个这样的形状，基本就是一支笔直接画完就结束，不加别的东西了。怎么说？好啊，赞！你可以把上面的扫掉了。你不管我眉毛吗？眉毛是黄色的。我只想要一个刷子把你的颜色带深一点就可以。哎，好多人呢，等一下。王者，简简单单，他修容终于到了这一步。因为你这边比较凸，所以我主要就修你这边。给大家看看，他也是没有一个咬合的人，所以要修出来。这睫毛好重。我都给他戴了最自然的，而且还是半截式。我也有点累了。很立体，我不得不说。开始修鼻子，看啊！看差别，左右，哇，鼻子在这上面看也太好看了吧！天哪！先拿粉饼把多余的鼻影粉遮住。它这好软，没刷子。KINASHEN刷子，我会。就像外国人弄鼻子感觉，就是腮红，很自然的一个粉色，粉裸色。这个很厚吗？怎么叫很厚法？我也想看你要性感的嘴巴。可以。
唇妆完成。没完成啊？没有，你搞那么多。完美日记的红色的小样，那个裸色点在里面就很自然，再加一层唇蜜，唇蜜是有一点点闪，有点点自然的颜色，是很优美。而现在到最后一步，我们现在就用 Pamela Glass 的粉色的高光，因为整个眼妆都是粉色的，所以我今天高光也是用粉色，集中用粉色。真的，这篇吗？我的镜头上很看不出来。好了，现在妆化完，问大家觉得我们像吗？我挺像的哈，是你，就是你。你眼睛小一点，我以前眼睛大一点，你这样去。我觉得你很适合我这样的妆，好吗？好了，那今天这样妆就已经完成了，真的很像了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条视频的话，记得在下面一键三连哦。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看其他什么样的视频，也可以在底下评论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